来吧！哇，超级大！上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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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上了！哇！上了，上了，上了，上了！哇！粒粒分明的白饭淋上香浓的肉汁，搭配多种的新鲜海鲜及配菜，口感丰富多元。老饕才知道的隐藏版大胃王海鲜盖饭，现在公开给大家啦！各位饕客们，是不是准备好大快朵颐了呢？这个，这太夸张了，这一碗！你看正常尺寸，跟大胃王等级的海鲜盖饭，哇哎呦，这个分量我胆扣扣啊，3.006。8公分的高度，对，这比较级啊，这一小碗，这一碗是我的，是我的，是我的，这是我的。但丁丁这样的分量对你来说有负担吗？不会，不会，哇塞，没塞哦，没够没哦，真的会落鬼哦。好了，那就在你们分食的时候，我先稍微试一下口感，好吧？好。蛋黄要配上鹅啊，旁边还有卤肉哦，这个就是一定要一口下。啊，鹅啊真的是我的最爱。那我们就恭喜我们的东君尽情的享用吧。来。这虾子很不错哎，这虾子很新鲜啊，放心放心。哎，你只有两只，你有看到几？我吃掉了。你现在的胃的容量大概还有多少？还有7分，还有七分，所以他现在3分饱，是不是？意思是这样。我再一碗，再一碗就不用。这太香了吧！哇饭哎！哇！吓到我了啦！大胃王海鲜盖饭完食，剩下巨无霸的烧麦，那看起来非常的诱人，真的超大的啦！一口一个，但你是很享受美食的人，你很喜欢吃东西，喜欢的就会很完食。